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国选手一对新秀李佳琦和徐建坤。李佳琦和徐建坤这对选手呢都是长春人，对，所以也希望他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家乡父老的面前呈现出一套好的表现。李佳琦今年只有16岁，徐建坤今年是20岁。那么两名选手在这个赛季参加了大奖赛，中国杯的比赛是获得7，参加了法国站比赛是排在5位。短节目音乐来自于德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来自长春的选手李佳琦和徐建坤，啊，真的是不错。我想刚才在这个观众席上，我想大家也可以听到啊，很多人在为他们加油。我相信一定也有他们原来的这些小队友啊，都在为他们加油。是的，刚才呢，这两名选手在完成跳跃的时候，像单跳啊，还有抛跳的时候，我们都为他捏的一把汗。对，因为在中国杯的比赛上，他们还不是特别稳定。对，尤其是单人跳跃的时候，真的是也替他们紧张。但是今天这个发挥的非常不错，所有的难度跳跃都完成的非常干净，非常漂亮，质量非常好。是的，在中国杯的比赛上呢，他们这两个动作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摔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出现了摔倒，这个首先执行分就扣了很厉害，所以还要追加扣掉2分。所以这次他把这两个主要的动作保分分保住了，他这个技术分肯定就会上去。其实还是我觉得挺欣慰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应该是看着这个徐建坤长大的吧。小的时候在队里他就非常非常小，又瘦又小，但是后来这个长得特别高，那练单人
滑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所以这个成绩一直上不来。那个时候他停了两年，就是基本上是不练了。那后来呢，也就是因为他这个身材呀、啊，又给他招回来了，说让他练双人滑。所以现在在国家队，而且练的也是非常的有起色啊，所以真的是为他高兴。在这套节目当中，我们可能看到这对年轻的选手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弱的地方，就是在完成这个单人联合旋转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齐。现在回放中是他们的托举，那么这个赛季托举短节目呢，要求的是第四组的托举，他们在中国杯上就拿到了四级的等级。我们看到这个托举从这个进入到至滑出都有难度的变化和设计，而且它也是用单臂的携带。现在也是姚指导在带这一队年轻的选手。选手，对对。这个赛季我们知道规则调整了以后呢，这个碾转可以做三周，目前中国的选手都可以完成这个，而且他们的碾转起跳用的是勾手，这个难度要比其他选手要高一些。好，来看一下技术分。技术水平分32.13，这个成绩比他们在几个月前的中国杯要高了将近9分。节目内容分22.86，也要比他们中国站的成绩好。这样，短节目的得分我们来看一下。该队选手总分54.99，超过了中国杯的比赛13.2分，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暂获第三名啊。